无线新剧《目击证人》昨日举行开厂拜神仪式，主要演员罗仲谦、张希文、韦家雄、张文慈和张秀文等都有出席。罗仲谦和张希文在剧中就饰演情侣，讲到有目击情戏份，谦表就透露只有浪漫甜蜜，如果太激情就会儿童不宜观看。讲到太太杨怡多次传出怀孕，是不是因为未够三个月所以不可以公布，谦仔就再次否认。讲到黎燕珊自爆全受生仔秘方比阿杨怡，谦仔就似乎未有听过，他还说边方面咧？有啲嗰啲咩体位啲咁样，我唔知咩，有啲咁嘅事。系啊，有本秘笈。我想攞啊，总之有个 timetable 啦。就算你有本秘笈俾我，我而家都冇乜耐力啊，我好眼瞓，好眼瞓啊，因为我好攰啊。